各位 HitRadio.com 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黄义达。白色情人节之 Hit 爱情99快问快答开始。在几岁？第一次谈恋爱不是我牵人家手，是人家牵我手。11岁。你曾经谈过几次恋爱？不知道。印象最深刻的恋爱是发生在几岁？17。第一次害羞是在几岁？啊？第一次害羞是在几岁？这个我看 VCR 之前有回答过。第一次送女朋友爱的礼物是什么？自己画的一朵花。第一次害羞时间有多久？真不记得了，每次都很久，每次都很久。到底多久？在情人节，你最爱收到什么样的礼物？女朋友的拥抱就够了。最爱的女生类型是哪一种？眼睛大大的。最爱什么星座的女生？最爱什么星座女生？我听说双鱼很浪漫，所以可以交往一下。曾有女生主动向你做爱的告白吗？蛮多的，小时候。曾有男生主动对你做爱的告白吗？我一拳下去，没有没有。通常对女生示爱的第一步你会做什么？第一步约出去，然后就牵手就好了。直接全雷打。最爱的情歌是哪一首？最爱情歌是他不爱我。最爱的音乐类型是什么？摇滚音乐。你最爱的歌手是谁？我最爱的歌手是谁？很多莫文蔚。你觉得你专辑中最适合跟女生表达爱意的情歌是什么？到底多久？你曾经为心爱的女生创作过歌曲吗？没有。会吗？不会。会帮她写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我爱她的话，以后在一起结婚之后，我会把所有这一辈子做的音乐送给她。很会讲嘛。新专辑中哪一首歌最能表达你目前的爱情观？新专辑哪一首歌？既然你问我，你最爱的颜色是什么？黑白色。如果有人对你喊孙燕姿我爱你，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谢谢。在爱情里，你最喜欢照顾人还是被照顾？照顾人，我比较喜欢照顾人。春夏秋冬最喜欢哪个季节？冬天。你最爱的食物是什么？酸的都可以，酸辣都可以。请用一种食物来形容爱情。青苹果。你介意女友比你胖吗？不介意，不要太胖，太胖我会晚一点回家。就等你睡着我才回家。然后呢，他还没醒来我就出去工作了。你愿意会为爱增胖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减肥很痛苦。你自己最爱做的菜是哪一道？我最爱煮稀饭。啤酒、清酒、调酒，你最爱哪一种？啤酒、清酒都爱，只要是酒都爱。你最爱的国家？我最爱国家，只要下雪的地方都 OK。你最爱摆的姿势，请摆一下。我最爱摆的姿势，我最爱这样子。OK， 你最爱的演员？周星驰。你最爱的电影类型是哪一种？文艺爱情。如果导演找你拍一部 A 片，你会愿意吗？台湾水电工，新加坡水电工，没尝试过，搞不好可以试试看，可以试试看。如果导演最爱的导演找你拍一部戏，但是条件是要全裸演出，你会愿意吗？全裸演出写歌吗？你最爱的导演帮 A 片做那种音乐配乐吗？应该 OK。OK， 你觉得爱情是什么颜色？爱情，粉红。请摆出一个超可爱的表情。摆不出啊。你会跟心爱的女生冷战吗？会。你能接受长远距离恋爱吗？没尝试过。会想尝试吗？第一次当然不想。OK， 你曾经谈过最久的爱情有多长？最久啊，一个人最久有7年，但谈最久的没很久。曾经爱过的人，你觉得分手之后还能够继续联络当朋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如果在路上遇到旧爱跟他新男友走在一起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不会有反应啊，就朋友。在深夜，
午夜梦回突然惊醒，哦，我还爱着前女友，你会怎么办？哎呀，没，不会，我已经醒悟了。曾经爱过的女生邀请你去她的婚礼上面演唱，你会接收吗？不可能。你喜欢逛台湾的夜市吗？啊，喜欢。你最爱的夜市游戏是什么？你捞金鱼啊，射气球啊，射那气枪。射气枪。你曾经为爱求神拜佛问卜吗？没有，从来。你觉得这世上有爱神吗？没有。你相信有永远的爱情吗？我相信。你曾经为爱做过最疯狂的事是什么？最疯狂的事是什么？把天花板贴了一颗很大的那种星星，然后把他名字贴在里面。哦，你有没有为爱哭过？有，一定有。哭得多惨？没有很惨啊，就那种可能好不容易要掉的泪，可是也不掉那种，就在那边水汪汪。你会为爱不顾家人反对吗？我妈如果不喜欢，我会分手。OK。你最爱的荧幕情侣是哪一对？哦，周星驰跟赵薇，对对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好，你最喜欢的爱情电影是哪一部？我最喜欢的爱情电影是哪一部？我每一部都喜欢呢。你最爱的漫画是什么？七龙珠。你最想跟爱人去哪个国家度假？去哪都可以，只要是爱他都可以。你最爱的卡通人物是谁？七龙珠里面一个，我不知道台湾是不是叫达尔，有一个头发比较尖的。你觉得爱情里面一定不能缺少什么？沟通。你在爱情路上遇到最大的障碍是什么？最大的障碍，他不爱我。你曾经对爱情绝望吗？有一点。你可以接受姐弟恋吗？可以。你最爱的 DJ 是谁？阿关姐。你的播歌播歌50次。好，这是我自己家的问题，并没有这一题。你最爱的运动是什么？跑步。你最爱别人赞美你什么？我的眼睛很漂亮。在爱情中你喜欢暧昧的感觉吗？不喜欢。如果心爱的人对你冷漠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对他更冷漠。你爱吃便当还是做便当？爱做。如果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柯有伦跟麻衣，你会选择爱谁？哇，我会选择让他们在一起，然后我从楼梯跌倒死。最爱做什么样的打扮？我最爱做什么打扮？越颓废越好。你最爱失松还是伪松？我还是从楼梯跌下来一次好。你爱用相机玩自拍吗？不喜欢。你最爱什么动物？狗。你最爱收集什么东西？飞机票。你爱看电视还是爱上网？上网。你最爱看哪一个电影频道？哪一个电影频道都看呢。你曾在 MSN 上跟女生做爱的告白吗？做爱没有。你曾经爱上过网友吗？不可能。请立刻演出你在 MSN 上面最爱用的符号表情。最爱用的符号表情很敷衍啊，就那个笑。假笑。对。你相信有一见钟情的爱吗？相信。如果你爱上好友的女友，你会怎么办？她会从楼梯跌倒死。如果好友的女友爱上你怎么办？哇，我会告诉我好友。你最爱玩的电玩游戏是什么？太空战士。你爱讲电话还是爱传简讯？爱讲电话。如果有人传简讯跟你的女友示爱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跟他说我也爱你。爱人跟被爱你选择哪一种？爱人。你爱去吃到饱的餐厅吗？没去过。你小时候最爱的偶像是谁？小时候最爱的 Beyond。 你会对你爱的人说我爱你吗？会。日夜再说一遍。乖。一个人的时候你最爱做什么？写歌。你爱裸奔吗？对啊，不爱。不爱。记忆中第一首爱上的歌是什么？郭富城的对你爱不爱。你爱跳舞吗？你是舞棍吗？不是，不爱。念书时你最爱的科目是什么？我没有最爱，我最讨厌科学。你最爱自己身上哪一个部位？眼睛。你最爱吃哪一种甜食？甜的。我喜欢，我不喜欢吃甜的。请推荐一张你最爱的专辑。我最爱的专辑，黄义达的完整演出。一天之中你最爱的创作时间是什么时候？12点，凌晨12点。山上跟海边你喜欢哪一个？哇，好头痛啊。请作答。
我住在海边跟山的中间，好吧，让我看得到海也看到山。你最爱的乐器是什么？吉他。三角裤、四角裤、丁字裤，你爱穿哪一种裤？三角裤。陪女友逛街或是做指甲，你比较受不了哪一种？做指甲。米老鼠或是 Hello Kitty， 你爱谁？米老鼠。你爱用什么东西来当做你跟情人的定情物？哎，用什么？嗯，音乐。请立刻用三种语言说我爱你。三种语言。嗨，我爱你，外语，还有马来文。哎，akujin.com。请对你最爱的女人说一句话。我最爱的女人说一句话，我会一辈子照顾你。那女孩是真的爱。